干啥啥不行，吃小龙虾第一名。你确定我干啥不行？只有那个好一点。盘点那些让人秒懂的瞬间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来盘排位啊！不行啊，现在我正在练麒麟臂呢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时候打扰你。没关系啊，我朋友也在。啊？你朋友也在？对啊，我们两个还互相指导动作啊。哎，你的这个手臂幅度再大一点。老公现在人是抢救回来，但是以后估计是动不了了。啊，那以后只能我动了。理论上是这样。我操！老公现在没什么事了，静养就行了。老公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果冻、跳跳糖，还有……不是，这些现在你老公都不能吃。这不是吃的。啊？我宝贝儿，进屋了啊！给我等你啊！等你啊！等你啊，哎，干啥呀？你啥时候进屋来了？我进去，我早躺下了。那外面是谁呀？我妈来了。完了，爸被欺负了。妹妹，给你讲一个我弟弟的故事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算了，太长了，不讲了吧。我们女生喜欢看腹肌，你们男生喜欢看什么呀？我们男生眼光稍微高一点。啊？下课不？我怀孕了。啊？我们没干什么，你怀什么孕啊？我们没干什么吗？你玩了一把摇，骑在我头上啊？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的。哈，体质不一样是吧？滚一边子去啊！媳妇儿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我怀疑我自己有同性恋情节。昨天晚上我做梦，我跟一个大胡老头亲嘴儿，我还亲了半天。傻瓜，你亲的是我。啊？你长胡子了？能让男生瞬间不开心，你不行啊。干啥嘞？你说明白了。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跟你包里翻出来什么，就搁这儿，什么就是搁这儿，这他妈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是什么。这是我们一起跳舞的。来，你跳舞，跳舞能穿这玩意儿跳舞？谁带着跳舞啊？你说明。啊，完了！完了之后我们就跳舞啊，亲爱的你呀，来跳舞吧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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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就这样，懂吗？嗯，待会儿回来吧。拜拜，把包给我。你自己给你带上。嗯。待会儿回来啊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哇，你们女人为什么会出轨啊？因为心动啊。那你们男人为什么会出轨啊？我们是因为心动啊。你不要进去了。或者没事了啊，你俩吵架谁先低头啊？他每次都硬着头皮来找我，不然硬着啥找你？哎呀，这家你俩咋分的呢？我们美如宝，他赚钱养家。不，我负责插花，很漂亮。江哥，我这怎么水了？师傅，师傅，这是什么？来来来，这不是水，这是什么？刚才不是洗手吗？在这儿洗手啊？哦，在这儿洗手。不能，只要不让我嫁给你，啥事我都能答应，嫁不了。我说，那你能不能给我留一条后路，做一个你能力所能一半的事儿？行。
你说吧。你爹给我生个儿子。哎呦我的妈。准备带着你一起大步升级，追着风和你跟你们男的是不是都来者不拒啊？只要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女生亲自送上门，你们都会忍不住。那是他们。那你呢？长得丑的我也忍不住啊。骗你的，其实男的我也忍不住。哥哥没有考虑考虑吧。哎呦我的妈妈呀。男朋友抠吗？有时候吧。怎么个抠法？你怎么问那么隐私？回去开车慢点啊。行知道了，别磨叽了。哎我说你呀，能多余回来，你说来回开车200多公里就为了回家买了100。你这话吧，一点内存都没了，我靠！啥玩意儿？王者荣耀的8G？你浏览器啥玩意儿啊？删了吧，5G。浏览器不删，我他妈把微信删了。还视频呢？耶！回来。Later， 还这么晚了？我去进去喝口水。外面有水啊？哎呀，外面水哪有你水甜？干啥呀？你说你给我当啥人了？那咱俩处对象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去进去喝口水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要是动你一下子，我就是狗，行不行？行，那进来吧。你看，哎呀，进来了，啊，爸爸，嗯。